Lucky Red Velvet 今年迎来出道九周年，日前宣布将在11月13日发行第三张正规专辑《Chill Kill》，让粉丝们都相当期待。但没想到近日有韩媒发现 Red Velvet 的官方社群出现了变化，字界栏从 Red Velvet Official 改为 Happy Ending。不仅如此，现实动态精选的影片也遭到删除，推测这些改变是不是在暗示他们即将解散？对此，所属经纪公司 SM 娱乐也火速出面辟谣，强调解散传闻毫无事实根据，只是为了配合新专辑的风格，并透露 Red Velvet 全员为了时隔六年的正规专辑都非常努力，要粉丝安心等待回归。虽然 Red Velvet 克服七年魔咒，但目前与公司续约的人只有瑟琪一人。关于成员续约问题 ，SM 娱乐也尚未给出明确答案。